哎、欸，有 O O 什么 ？O O S 啊，还有 O O 什么 ？O O N， 还有 O O P， 对，还有 O O Y， 写上去。哎、欸，但是他选出来之后有没有排？有，请问你 O O S 排列有几种情况？啊 ，O O S 排列有几种情况？三种啊 ，O O S 还有 O 什么？O S O 还有什么 ？S O O 啊 ，O O N 排成一列有几种？对 ，O N O N O O 对不对 ？O O P 啊，再来是什么 ？O P O 还有 P O O， 这会很难吗 ？O Y 这还会有谁 ？O Y O Y O O， 我的 Q O O 的 Y Y O， 哎，我问你，两重一义，安尼有几种？你安尼看袂出来，安尼有几种？十二种啊！十二种。你很怪。好。然后现在哦，最讨厌我们班同学的应该是什么？三义。三义，哎，怎么样啊？三义。哎，你看哦 ，S S 是不是一个 ？N 是不是一个 ？O 有两个，所以我们有 S N O 还有 P。还有 Y， 来，你告诉我，三E就代表要从这五个里面挑几个？三个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是高手在写这个题目的话，他会直接写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五个里面，三个啊，比如说 S N O， 对不对？对。五个里面挑三个，这个叫 C 五取多少 ？C 五取三。那选出来之后，比如说我挑出 S N O，S N O 做排列要成几阶？三阶，所以再乘几阶？三阶，你知道这个是多少吗？这个是60。60。然后你看哦，这里有60种，这里有12种。来，请问你这一个题目答案有几种？72种。可是有同学会觉得说，老师我这个不会啊。像别班就有人很诚实跟我讲说，这60种我不会算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这我不会。啊，不会有什么关系？你看不懂对不对？啊，看不懂没关系，穷举给你看啊，对，哎、欸，穷举是你的好朋友，我穷举一次给你看好不好？60种而已，又不是600种，对，我们把该列的列一下嘛。哎、欸，我问你哦，五个选三个，你可以选谁 ？S N O 啊，哎、欸，实习，你说 S N O 再来一次谁 ？S N O S O N。不是啦，这个 S N O S O N 这个就是在排的嘛。S N O S N P S N O 啊，再是 S N P， 来写上去。S N P 不要太快，来再来。S N Y 对 ，S N Y 啊 ，S N Y 过来是什么人？再是 S O P 对 ，S O P 啊过来是 S O Y 对，赞啊。来，啊，过来是什么啦 ？SPY。啊，怎么样 ？OK，SPY，SPY，、okay, SPY, 来 ，SPY， 再来是什么啦 ？S。哎哎哎哎 ，S 没了啦。S 没了，那再来是谁 ？N。N 怎么样 ？NOP 和 NOB。NOY。来 ，NOY。NOP，NOY， 啊，过来嘞。NPY。NP， 等下要看的 ，NPY。N P Y， 靠板嘞，要过来嘞。啊不是 ，N P Y 结束了。对。啊就没了，接下来换 O P Y。O P Y 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同学，我问你哦，我们这里总共找出几个？十组对不对？比如说以这个 S N Y 来讲，如果排成一列，它有 S N Y， 也有 S 什么 ？Y N。也有 Y S N， 还有 Y 什么 ，N S 啊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 N S Y， 还有 N 什么 ？Y S， 知道我意思吗？知道。S N Y 三个做直线排列是不是有六种情况？是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请问你，这每个是不是都六种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所以是不是有60种？对啊。有看到吗？穷举是你的好朋友，是不是一下就算出来？是啊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可以哦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。你记不住啊？我记不住啊。
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好，好，哎、欸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我们再看一题。好，你往前翻。嗯。第几页呢？你翻到那个94页。这一题哦，别搬，我自己搬啦、啊，一堆人不会做，来翻到94。二，不会很难，是因为你们对这个东西掌握不太确实。翻到94页，你猜我要讲哪一题？第八。94页。不是，第六题。你们第六题就不会了。第六题给他两个赞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这种题目，越简单的题目，你们做的越烂。看一下这种题目，四名大学生，注意哦，大学生是人，人都不一样，所以四名大学生叫做甲乙丙丁，来写一下。好，我们这里给他名字叫甲乙丙丁，对吧？四个大学生，然后呢，分配到三个村落服务。哎，后念大学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这读社工系的要服务嘛，啊，读什么系都嘛要批这样服务。社工系要干嘛？来，到三个村落，这三个村落也都不一样吧？这个世界上村落也都不一样吧？哦，有 A、B、C 三个村落，来写一下咯。哦。然后他现在跟你说，每个村落至少会分配到一个大学生，画起来。每个大学生都要去哦，不能有人偷懒不去哦。四个大学生分配给三个村落，而且每个村落都至少会分配到一名大学生。请问共有几种分配的方法？你要不要写写看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题搞不好很多人不会写。你穷举给我穷出来啊！四个大学生分配给三个村落，每个村落都要有人，而且大学生不能偷懒，不能说有人说哎我不去哦，你们三个去我不去，不行。哦，就每个人都要去六几种，当然不对啊，因为你不熟，对，你写六种，你鸡腿六不要看啊，是六种。想一下，四个大学生分配到三个村落，三的四次方。刚才有人讲六种，还、啊、有人讲三的几次方，三的四次方是多少？你知道？81，不对啊，这一题答案也不是81，你看哦。随便考一题都会被坑的，都是这样。好棒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、啊？如果说我怎么做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如果说我做，我这样想，这三个村落对不对？每个村落都要有人，但是我们有四个人，那就代表说一定会有一个村落有几个人？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然后我这个想法很简单了，我就准备两张 A 卡。啊，一张什么卡？一张 B 卡，一张 C 卡。那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？做直线排列啊，谁对到 A 卡，谁就去 A 村落嘛。啊，谁对到 B 卡，谁就去 B 嘛。谁对到 C 就去 C 嘛。那当然，你说老师为什么 A 村落有两张卡？哎，不一定啊，也有可能 B 村落有几张卡？两张嘛。你知道我在讲一个故事嘛？那也有可能是 C 村落有几张卡？两张卡嘛。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有三种情况？对，对嘛？可能 A 村落分配到两个 ，B 或 C 分配到两个。求你 A A B C 做直线排列，这个方法数是多少？几阶？四阶。两张 A 卡长得一样，所以除几阶？二阶。四阶除以二阶是多少？12。这里有12种情况，那求你这里也会有几种？12，这里也会有12。所以你知道这一题答案总共是多少？36。讲多嘛，觉得很简单，但是你在做就做不出来，对吧？爱说老师只有这个方法吗？不是，这方法很多，你还可以想别的策略去做的，你知道、啊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知道吼？好，好了，我想时间的关系哦，我们这堂课就先到这边。